第十一课，运输。买卖双方在协商交易的时候，货物的运输是一个重要环节。货物有软的、硬的，有气体、液体，还有易燃的、易腐烂的等等。对于商人来说，采用一种适当的运输方式，不但可以保证货物安全迅速地到达目的地，而且还可以节省开支。为了适应市场需要，买主总希望按时收到货物。但是您可不要忘记，在采用一种运输方式时，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安全，其次是迅速，最后才是运费。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按运输方式分，有海运、陆运、空运、邮政运输及联合运输等。买卖双方可以根据商品的特点、价值的大小等因素协商，采用一种比较合算的运输方式。还有，从什么地方发货到什么地方，是直运还是转运，是分批装运还是一次装运等，也是运输洽谈中的重要问题。绘画一。王经理，关于运输问题，我们还没有解决。现在咱们就来谈谈运输问题吧。贵国的海上运输情况目前怎么样？我国对外贸易的运输有90%以上是靠海上运输。海上运输虽然时间长、风险大，但是运量大、运费低。贵国的货运商船分哪几类呢？按用途分，有干货船和油槽船两大类。干货船又有杂货船、散装船、冷藏船、集装箱船等等。油槽船又有油轮、液化气船等。按经营方式分呢？按经营方式分，有班轮运输和租船运输两大类。好，谢谢。我公司购买的这批货物要选用一种比较合算的货运商船。对，明天给我们答复可以吗？明天恐怕不行。下星期一怎么样？可以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二。我在贵国购买了500吨花生米和2000箱瓷器，请问采用哪一种运输方式比较好？我认为这两种货物都可以采用海运方式。2000箱瓷器应该用集装箱运输，这样比较安全。贵国现在也有集装箱运输了吗？为了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，我国已经开展了对日本、北美和大洋洲等地区的集装箱试运工作，还开辟了正式的集装箱运输航线。好，2000箱瓷器就采用集装箱运输，花生米采用干货船运输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准备租船了。大岛先生，先别急，您买的500吨花生米不能租船运输，只能班轮运输。那为什么呢？您知道，租船运输是指包租整船专程运输，它适合于大宗货物。哦，我只想到租船比班轮运费低，忽略了货物的数量。
班轮运输一般不管货物数量多少都能接受装运。好，谢谢您的提醒。三，我们购买的丝绸衬衫贵方准备从哪儿发货？从杭州发货，怎么样？对我们来说，从杭州发货不如从上海发货合算。您的意思是说，从上海可以直接装上货船？是的，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。我们可以尊重贵方的意见。我们希望货物越早发出越好。二月中旬一定发出。这批货物可以直运吗？如果直运有困难的话，就准备采用转运。您知道，丝绸衬衫这种货物有季节性，如果夏季不能投放市场，就可能滞销。用转运的办法，会不会延长到达的日期？请贵方放心，我们一定为客户着想，尽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，保证货物按时到达目的地。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，我们希望能按时收到货物。我们一定尽力而为。四，王经理，最近工作忙吗？哎，这几天我忙得要死。现在咱们来谈谈这批货物的装运问题吧。好，我们先听听贵方的意见。这批货物因为货源紧张，我们打算分批装运，您认为合适吗？对我们来说，一次装运要比分批装运合算。我们也为贵方着想，因为贵方购买的不是成套设备，所以分批装运还是可以的。能不能采取一些措施适应我们的需要呢？为了适应贵方的需要，我们已经和厂家协商过了。厂家的意见怎么样？厂家的意见是，这种设备深受国内外客户欢迎，供不应求，只能分批装运。他们向贵方表示歉意。哎，这样我们只能尊重贵方的意见了。谢谢您的合作。请问贵方打算分几批装运？分两批，第一批在九月中旬，第二批在十月下旬。希望贵方能按期装运。我们可以和厂家联系，希望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，保证按期装运。为了避免延期装运，希望贵方把分批装运的时间写在合同里。好，后天我们把合同草案送给你们。五，李先生，邮政运输是一种很简便的运输方式，不知贵国的邮政运输有什么规定？我国邮政运输货物的包裹重量和大小有一定的限制，您能介绍一下吗？啊，可以。一般每件货物包装重量不能超过20公斤，长度不能超过1米，它适合运送小件货物。什么东西算小件货物？请您具体的说一说。比如药品、仪器、资料，某些机器的零件和急需的零星货物。我买的是药品和一些零星货物的样品，急需运送回去。邮政运输按经营方式分，有普通包裹和航空包裹。如果是急需的物资，您可以采用航空包裹运输。那太好了。请问怎么办理手续呢？手续很简便，填写邮寄表格，按规定把货物包好，在邮件上详细写明收件人及发件人的地址，把包裹交给邮局，付清邮费，并拿到收据就可以了。
如果我没有时间到邮局去运送呢？那您可以委托卖方到邮局办理手续。啊，谢谢，明天我就去看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词语：运输、软、硬、气体、液体、易燃、易腐烂、安全、节省、陆运、邮政、路程、因素、靠、运量、干货船、油槽船、杂货船、散装船、冷藏船、集装箱船、邮轮、液化气轮、经营、班轮运输、租船运输、直运、转运、季节性、滞销、措施、尽力而为、普通、相应、超过、药品、仪器、机器、零件、分批、货源。